一下，我要推荐我们，没有没有，你过来，他来个客，跟我们介绍一段特别的表演。啊啊啊！要飞了！要表演？快啦！为了要那个帮以真庆祝，我决定脱了，没有，这个在后面。我今天要跳一段。哇！这是阿克的出那个叫什么？出运的处女秀。中山处女秀奖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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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海带拳大家都会玩，不是？有没有人不会？会吗？会吗？好像东西先放着。那个海带就是有三种拳嘛，对。还要疯狂一点的，就是要疯狂。对。好，那要派给你们边跳边脱衣服吗？没有，就是规则就是。你不要乱错。对，规则就是。一起破坏他们。输的要脱一件衣服。对，输的人就是要脱一件衣服。脱一件。很大的那个男性观众哈。好，那我们就要派出我们最那个。那我们最厉害。实力最坚强的，好啊，就是我。开始，小姐，怎么这么久？开始了吗？等一下啊，我先暖个身。会，真的会玩啊。而且哈，只要是我说的话，是那个谁，阿克托。哈哈哈哈哈。我因为 OK OK。输的话，你输的话可以指定后面一个人拖。对。对，而且每次都要他拖哦。而且一定要选一个穿最少的那个人，戴眼镜的那个衬衫男孩，好不好？好，等一下，你们对一下好不好？没关系，你看我玩就知道了。好，剪刀石头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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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玩啊你！是阿克在紧张。